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。好厉害哦！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连眼泪都觉得自由。有的爱像阳光倾落，边拥有边失去的。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四月童的 cosplay 的照片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，有吗？大家画面上有看到吗？大家请靠想象。哦，哎，这个很好认，这个我不是啦，这我认出来了。等一下，你先不要讲，我们先上的什么？线上好宝宝们猜一下，你安妮，这是安妮。哎，这我知道，猜一下，这我都知道，这卡特吗？这是卡特啦。哦，卡特。阿丽是谁？刚有人说阿丽，阿丽哪来的？对，卡特琳娜，对，有人看出来，有，厉害厉害，这个有像，对，猫女卡特，哇，那个奶，那奶就好厉害哦，还是身材资料，身材资料，我不是，但我是靠实力，不是靠两粒的，我不是靠两粒眼睛的，靠实力的，啊，对对对，你怎么知道他是身材资料？因为之前合作过的时候就看他就穿了，就是穿来现场哦，他带出来，对，他就带出来，带出来了，对，这是真的。我那天有推长辈出来晒太阳，对，刚好有跟我的长辈打过照面。对，这一张身材真的很猛哎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，不容易，他是一个小孩子，你必须要有办法诠释小孩子的五官。你的长辈呢？对对对。安妮不用长辈，安妮是平安妮还长，对我说长得很好这张。哦，对啊，因为我有把它往后面放，这样。绑在后面打的，这样子会外扩。就是说穿个舒小，哎，对啊，你这个我要半公分，我就往后甩呀。你这个乳量要扮安妮也蛮难的哈，要绑起来。安妮的话，因为她是可爱型的，所以在诠释的时候，我有特别拍照的时候有这样子，让我的脸再看起来短一点，会更像小孩。那如果卡特的话，我可能拍照的话会比较这样，可以露出下巴，下巴变长，看起来比较成熟。了解，会有这种。我之前有看过你那个影片，其实你还会模仿超多英雄联盟的角色，对不对？还有小小兵也超像的。小小兵，对啊，英雄联盟的话，除了安妮之外，比较会模仿吉英科斯。来一下，来一下，吉英科斯，哎，吉英科斯会讲话，他会讲话，他又不是唢呐。唢呐响，唢呐响，唢呐爽不爽都响，高兴就响，不爽就响响响响。好会揣摩。逆时机关枪，机关枪，对啊，还有什么？好强哦！他像什么？你们有人玩吉英科斯的吗？我不会玩吉英科斯，我有看，我玩过。现场有人玩吉英科斯吗？我吉英科斯玩的超级，我想一下，我讲一下我喜欢玩的，你有没有会的？好啊，你讲看。威寇兹，哎，威寇兹也没有声音，对不对？威寇兹就口水啊，威寇兹的口水。啊，那个啊，寇格摩啊，寇格摩也可以，寇格摩那个。他不是唱了首歌吗？哦，白痴！模仿寇格摩好像有点牺牲哎，是不是？对啊，用那种老痰的声音。对，人家有点烧喉。可以写那个郝韵姐的笑声。郝韵姐的笑声，就是那个郝韵姐笑声，我忘了。好运姐笑声很不错，可是我喜欢被选的时候。好好好，嗯，选选跟北北。哎呦，有一点，有一点，厉害厉害厉害。哎，那李欣呢？李欣，一克。好香啊！